大家好，我是小雪，现在呢是在上海世贸商城，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上海时装周2020秋冬服装服饰订货会。简单的说啊，这个订货会就是中国的时尚界的一个风向标。那么每一年的两季呢，很多时尚买手会来到这里进行订货。当然今年呢，因为是疫情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来到现场的人流会进行相关的一个管控，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做了一定的减法。但今年呢，时装周订货会呢也想了很多办法，也做了一些加法，稍后我会请出工作人员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showpiece 哦，因为我们这次的灵感来自于那个美国的超现实艺术装置艺术家叫 Louis Bourgeois。 我们的主打这次我们的品牌的这个主题的话是双生，那双生的概念就是每个都市女性生心里面大概多多少少都会住着一个异性的自己，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些材质上面的碰撞，然后一些就是格调上面的碰撞，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做这样的一个系列产品，然后呢，这个系列是我们跟那个赶工的主理人和郭小玉这样的合作的这样一个系列啊，它是在格陵兰拍的这一组系列啊，这是格陵兰冰山的、这个、冰山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对，复购率500%的鞋，什么叫500%？就一个客户可以买最少5双到10双、，VIP 客户，您从哪儿来？河南郑州，从河南过来啊？对啊，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是不是考研更大？当然了，专业的人还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产品永远在。这是今年我们做，你张总来，对，就是这件，这是一个加法，没错啊。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演示的过程中，跟我们来了解。今年这是一个新增的一个，我们现在叫新业态啊，就是线上经济。所以今年上海时装周这个订货会其实有蛮大一块儿。我们之前看到这个 T 台秀是云时尚，对，变成天猫，对，天猫是云上时装周，也是把线下的秀搬到了云上，所以交易会也是往线上，对，我们也就变成了云上订货会。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在展期也可以，非展期都能够通过这个线上平台去做这个交易。那也就是可以说，让大家更多关注，多多支持。好，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各位抖音的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接下来也请继续关注上海时装周的精彩内容。谢谢，再见，再见，再见。我这边说。